了一遍。大陆现在是一个春光美好的季节，看到我们来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啊，都是焕发着青春的风采，真的很高兴。我对于你们一起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。马先生富有民族情怀，坚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台独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促进两岸青年交流，我对此高度评价。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，两岸青年好，两个未来好。两岸青年要共享受中国人的志气、骨气、底气，迸发中华民族绵长的精神，续写中华民族历史进程。最近30年，在两岸中国人的努力下，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之路。虽然两岸在不同的形势下发展，但两岸的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，应该互助合作，致力共同进攻。这也是2015年中习先生会面时候双方达成重要的共同理念。对台湾来说，没有稳定和平的两岸，就没有安定居民的台湾；对中华民族来说，没有和平繁荣的两岸，也不会有璀璨光明的未来。我诚挚的希望，双方都应该重视人民所珍惜的价值与生活方式，维护两岸和平与中华文化蕴含的智慧，确保两岸互利双赢。对于两岸情势紧张，引发不少台湾民众不安，两岸的共人绝对有足够的智慧，和平处理两岸争端，避免走向冲突。未来两岸应该以确保人民福祉为最大目标，坚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台独，求同存异，各自争议，共创双赢，共同追求和平发展。我诚挚的期盼两岸互利共荣，携手合作，振兴中华，让中华民族在全世界的面前